哦，对了，我做了蛋糕给你。我几瓶好红酒，客户送的，美酒配蛋糕。敬你，相遇就是缘分。反正只有40多分钟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是啊，只要别再让我再受伤，我感激不尽。我还是想打他，怎么办？别打我，接下来你说什么，我都假装答应。何先生，好。什么？我是说，蛋糕好吃。咱们的相遇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了，我想接下来我们应该制定一些生活规范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意外产生。应该，非常应该，当然应该。什么生活规范？第一，在每天晚上10:06到10:52的时候，不准上床睡觉，不准上厕所。不准上床睡觉我能理解，不准上厕所是为什么？因为，哎，你。哦，停！不要继续想下去了。好，同意。第二，在融合期间不要碰对方的物品，尤其是牵扯到个人隐私的。没错，我这个人非常注重个人隐私，同意。第三，我们两个不要有过多交集，像今天这样的。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以后能免则免，各过各的。各过各的。我说完了，该回房间了。等一下，我能不能提一条？你提吧。第四，不许使用暴力。这个我解释过了，一开始是我不知情。就算你不知情，你也不能上来非打即骂吧。一个女孩家里进来一个陌生男人，我要请他喝酒吗？你别给我上课了，何正玉，你以为我没查过你吗？你这个大律师只接大案子，专门为有钱人服务。你的意思是，打我是匡扶正义，至少是为民除奸？胡说，我也帮普通老百姓打官司，只不过那些小案子没有太多人关注，网上那些都是对我的误解。哎，那像你这样伸张正义的律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会让你搬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家里啊？